这个池塘里面，有一条大鱼嘛。上次我们来弄过了，上次那个水太浑了，没有网到。然后我今天再来试一下，用这个鱼竿看能不能钓起来，可能有两三斤那个鱼。提上来，快点！通通都有水没得？哇，真的提起来了！我把有两斤了，有的。哎！狗狗拽嘞！不要了！没事，你今天把它弄起来了，要弄起来，起来。有水没得？走回去，快点！哎呀，没得水！快点走完回去。快点快点，哇，这鱼有点大哟。哇，好大头鱼哟。那个是个啥鱼？不晓得呀。咦，我不晓得，是大头鱼。不是大头鱼，那个草鱼。好大一条啊，你摸它来噻。那个好大哟，那个是啊，我的天，是个啥子鱼啊？那个是不是鲤鱼还是鲫鱼？应该不是鲤鱼，那个好大条鱼哦！把它抱到那个池，那个水池子里面来养。像那些小鱼都怕。这个鱼应该是有好多年了。